嗨，各位朋友，我是洛杉矶的地产经纪阿伦。今天是下雨天，正在下雨的时候，我在尔湾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尔湾目前在售的封闭社区里面的独栋大盘。啊，这是在尔湾的花果山里面，Reserve 社区的里面。那我身后这个户型呢，是四房4.5浴，3227尺。啊，目前是在尔湾所有在建的独栋里面的话最大的户型了，而且是在封闭社区里面。我想这是很多我的客人正在寻找的这个户型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来详细的看一看哈。这个是在 Reserve 社区的这个山顶，所以说呢景观非常的优美。那进来之后的话呢，先是一个高挑宫，很高，然后左侧呢是一个卧室，这一楼的卧室，这空间也很大，因为这个整个的房子面积3000多尺嘛，所以说各个房间的户型还都是很大的。这是一楼的卫生间啊，这是一个大的套房。那我们往里面来，这是一个客卫。再往里来就是一个高脚空，这是一个家庭厅，非常气派的一个高脚空，空间感非常的足，非常大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就到了厨房区、中岛区和餐厅。非常实用的户型，这是由尔湾公司来承建的。今天是阴天，到里面有一个 pantry， 这大冰箱都是定制的，嵌入式的。这个柜子就属于升过级的，大家能看到啊，它直接接到顶的，这都是升过级的柜子，啊，这种柜子还是漂亮，啊，做升级它是漂亮。这是有个 pantry， 啊，这 pantry 里面呢是有这个带冰柜式的这个酒柜，啊，这个很实用的，很多客人都需要晚上在家里品一杯红酒。啊，这边还有个 sink， 很小很精致。那这房子有一个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它的景观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景观房贵啊，这个景观房非常贵，但现在景观房还在卖啊，景观的价值是400多万。景观房现在不多了啊，但是现在还有。通过这个景观房呢，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后，从后院能看到整个尔湾。因为今天是阴天，所以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。地势非常的高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上二楼来看一看。先看看宽敞的大主卧。这就是目前在花果山里面在售的最大的户型独栋主卫。衣帽间
二楼的家庭厅。二楼的次卧全是套房，非常实用的户型。给大家看看外面的景观，周边很多的房子都已经交付了，邻居都住进来了。洗衣房，次卧，这也是套房。而且每个房间的大小空间感都非常的好，可以放一张 California King Size 的大床。